有请助理女神张萌以及她所带领的李文汉团的哥哥回到舞台上来。因为李文汉组在赛前魅力测试环节当中获得了5分的额外加分，所以李文汉组他们目前的积分为80分，谭健智组是75分。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两组哥哥团个人观众投票总和。哦，直接就公布了，好爽快。50，继续，好，这个时候还是一样的，都有点紧张。哇，别着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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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这团秀挺好的，大概率要赢。我们是最棒的团秀，人很满意。我们一定要把大东哥的这份给赢回来。我的预测应该是我们赢。我很相信我们自己，不会输。我们这个舞台真的很炸，我们一定赢。环节中最终积分的情况我们看一下。哇，恭喜谭健智队获得232票，李文汉组获得了213票。报告报告，辛苦了辛苦了，终于一次，终于一次，终于一次。目前的比分是2-1，谭健智组在3轮对决中最终以2-1胜出。恭喜谭健智团队在7人合作团秀中获胜，他们将获得6个进入总决赛的席位。好，现在把自己的名字放到追光21的台上来。追光21终于赢一次，所有的努力都没有白费。终于赢一次，东哥，我们没有让你失望，你就安心养身体。好的，好极了。大家都进去，终于可以缓一下了，然后让体力再恢复一下，然后再去追那束光。小五，好，总决赛见啊！总决赛见。我终于赢一回，我终于进总决赛一次了。进总决赛，总决赛。这我参加这么多真人秀，第一次进总决赛是。谭健智、丁泽仁、符龙飞、李泽峰、伍嘉成、殷小天六位哥哥进入追光总决选席位。